句话说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意思就是说，帮助一群吸毒的人呢，来到晨曦会，有了一个新的开始。我在18岁的时候，我开始用安非他命，然后后来我就用海洛因。在这当中，其实我进出监狱陆陆续续好几次。我以前总是觉得毒品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阿公、阿妈、哥哥、姐姐他们试过很多的方法想要来改变我，可是觉得我就是一再的吸毒。然后他在他的印象里面，妈妈就是一直在吸毒，然后再管。过去我吸食毒品 K 大命长达10年的时间，那这10年时间其实这样反反复复的被关，这样子下来背着家人其实还是在吸毒。我过去常常就是我想要怎样就怎样，然后也造成父母管不动我。其实我刚到晨曦会的时候并没有抱着太大的希望，我只是安慰自己，也让家里能够安心。台湾晨曦会已经有32年了，然后现在在台湾有遍布全省有9个戒毒的据点，海外的部分还有11个据点，所以总共加起来呢，戒毒的据点就有20个据点。晨曦会它提供了我一个可以好好戒毒的环境，然后因着同工他们也都是戒毒的过来人，他们有受过专业的训练，还有一些专业的辅导，以至于他们来陪伴我们的时候，当我看着他们这样子成功的经验，让我觉得开始对自己有信心，将来也可以跟他们一样。晨曦会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呢，就是它是一个属于社区治疗的模式，也就是说它是一群吸毒的人，然后为了戒毒的同一个目标，然后愿意一起住在一起，然后一同生活，一同的吃喝。帮助一个人戒毒成功，它会减少社会成本，那又帮助一个戒了毒的人去帮助别人的话呢，它会增加社会资源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理念之下，我们发展出来就有一个门徒训练中心，还有男女的中途之家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在整个运作当中。那因为在我们姐妹之家，我们都是收容女孩子，所以在我们的女孩子当中，我们会比较有安全感，彼此接纳，然后彼此包容。以前在外面的时候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感觉，让我觉得有家的感觉。我在姐妹之家待满1年半之后，让我决定继续在门徒训练中心来接受这边课程的学习，到现在已经有将近5年多的时间了。职场门徒训练中心呢，最主要成立是帮助弟兄们在戒毒期满1年半之后，我们提供他信仰的造就课程、职场训练课程。最主要透过这样的课程，他们未来能够回归职场、回归家庭，他们能够稳定，有能力去拒绝那些毒品诱惑。跟外面的机构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不太一样，我们最主要的训练还是在生命的课程方面。那一般外面的就业，它大概就是着重在我们拿了多少证照，但对我们的弟兄来讲，他生命还不够稳固的话，证照对他们来讲功能不大。生命先稳定了，我们再来协助他就业，之后过程当中我们就不断地去陪伴他，帮助他。弟兄生命的改变真的很欣慰，因为他们从过去一个吸毒者来到辅导所当中戒毒，又进入到职门训，让他们能够稳定回归职场。其实这就是职门训最大的意义，也是我们的使命。我觉得晨曦会带给我最大的改变是，第一，我把毒戒了；第二，也带给我愿意谦卑的来倾听；最后一个就是让我觉得我愿意去学习面对我的问题。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过去面对卡债，然后有信件来我就选择把它丢掉，我觉得压力会很大，可是我还是乐观的去面对。以陈元这个个案来讲，他是非常有强烈的心智，愿意在戒毒这件事上不断的努力，他其实非常的适合可以去学习牙齿齿模的这个工作。没想到去上班，哇，非常非常的受肯定，第一个月之后马上就给他加薪。那这样的一个企业主对他的肯定呢，其实对于成员整个戒毒的历程来讲也是非常的加分的。在台湾32年来的追踪成效，6000个人次，大约有27%
我们的成功率其实很卓越。可能你们听起来不怎么样，可是这27其实是经过严格的追踪，是5年到7年他没有再复发，没有再吸毒的这个过程才算在这个成功率里面的。在今年过年的时候，大姐对我的一些观感改变了，在一次讲话当中，她觉得我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这也是这5年多来她第一次坐下来可以听我讲话，所以其实我蛮感动的。对我女儿来说，她会觉得说，到底是什么方法可以让妈妈改变成这样子？她现在看到，哎，妈妈不吸毒了，然后反而开始很关心她的任何事情。她很喜欢现在的我，所以她就现在跟我无话不谈话。我们的使命呢，就是帮助这些戒毒的人能够靠着信仰真正的把毒品戒掉，戒掉了之后呢，我们又训练他们成为去帮助别人的人，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边啊，有一个良性的循环，去帮助更多的人。